喜的男子四乘200米接力的决赛。一起来欣赏全运会历史上第一场男子四乘200米接力决赛，人名显示参赛代表队名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介绍垃圾代表队二道道走道，顺便介绍二道湖南队王俊、王明健、范康群、郭元旺。三道河南队一棒欧平台，二棒吴家豪，三棒吴家豪，四棒王全浩。河南走动加速，加油！五道银河战舰，广州的第一舰。Thank you.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田径比赛男子四乘二百米接力项目颁奖仪式现在开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颁奖嘉宾入场。好嘞，祝贺啊，高级吧，谢谢谢谢，从零开始，谢谢啊，祝贺，从零开始，不要骄傲，昨天跟你我说，昨天他已经讲，他是老的了，谢谢谢谢啊，有功之臣，谢谢，辛苦啊。不行的。有请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田径项目竞赛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蔡勇先生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谢谢。
来让他来来来。我那个您那个短跑的那个咱那青少年呐、啊，到你那儿那个就学校啊，谢谢谢谢啊，感谢，祝贺啊！怎么样？祝贺啊！谢谢祝贺，谢谢蔡主席啊，谢谢谢谢。谢谢蔡主席，真的啊，祝贺啊，来之不易啊，谢谢真不容易。感谢颁奖嘉宾。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各位观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田径比赛男子四乘二百米接力项目颁奖仪式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